30秒到达战场。你能有装备，然后你打团还拉挂，你知道为啥吗？有两点。第一点是因为你呀、没送超级火箭啊，这是最主要的。第二点就是这英雄啊就这样了，我也没办法，谁也没办法，那就这样，这英雄就是不行。全军出击，希望他们能和俺多过几招。就你叫落手啊，学的啥呀，打一架呀，你咋那么狠呢、你咋那么狠呢？其实他也没狠，狠啥嘞？他狠，他也没狠呢。其实，不好意思啊，兄弟，我有点凶了啊，我有点凶了，我的问题。扣一下。哎呀，这波回家出耀光，刚好差点钱，差了那一个近战兵的钱。为啥不给点呀？因为点人点不死。来一个耀光吧，你想一想，一个闪现平 A 能死的人点炎怎么可能点死呢？一级点炎70点真实伤害，我征服者触发是满城，满城加多少攻击力？满城加12点到13点攻击力，可能满城啊，我一共90多攻击力，我闪现 A 他一下他才死，你说70点血他能死吗？他还有多兰顿药瓶回血呢。别着急打啊，这波这波先不打。虽然这奥纳夫是在中路的，来 E 他补个刀，升个3 W 走溜了。这波先不打，我们一会儿有小饼干啊，等个饼干。干啥呀？吃个小饼干，这行啊，这啥意思啊？越我的塔，你妈了个巴子的，你敢越我塔，我给你厉害的啊，你俩再越我一下，我操了，你俩敢越我的塔，谁的塔你都敢越呀？啊，小破奥拉夫，你别来啊，你下回别让我逮着你，我告诉你，这奥拉夫我放你一马，你可被巴巴给逮到了。我不用你搁那跟我出那小反甲，我这把分离者我不出三项。蓝莲汉又说脏话了，那妈了个巴子的还算脏话呀？有妖气，
这都算脏话，我是没想到的啊！来扣一下 ，A 一下 ，A 一下 ，A， 好了 ，A 接扣 W 溜平 A 平 A 平 A， 算了。快点来，奥纳夫，听见没？奥纳夫，快点给我来！你听没听见？快点来！别说我没告诉过你，你快点来！你再给我来一波！奥拉夫没有小鸡鸡。快点来，嗯，快点给我上来，我很愤怒。两岁，哼，扣一下，我三岁了。你想怎么死说吧，来 E A 扣 R 转起来 W 留一手 A 扣再转。奥纳夫呢？为什么不来？为什么？快点蹲我！欺负天使算什么本事？不来了是吧？不来了，我可上高地了，我可得寸进尺了，我跟你说。1800，差点钱哎！螳螂来一波。螳螂啊，螳螂，螳螂，快来呀，螳螂！这波没点盐怎么打呀？这没点盐可不好打呀。算了，我吃口死的，等个30秒大招，把他杀掉。你干他呀，你怕什么玩意儿呢？你给我打他。轮到我们追你了啊。奥纳夫呢，快给我出来，先收他一下。 A 再 A 再 A AQR 转起来 W 流 AQ 再转，好闪。哎，回家够了钱，1800加个皮鞋，我可无敌了。别说我没有告诉过你们啊，我可无敌了。我不，我就出三下，我凭啥出破分离者呀？我就出三下。我三下加攻击力呢，最多叠加5次，最多提升27点攻击力，跟我的征服者完美契合。我先 Q 你一下，来放 Q， E A Q， 再 A 再 A W A 点烟 Q 死。
奥纳夫再也不来了，奥纳夫。真怂啊，为啥不上来了呢？算了，连奥纳夫不来，不来就不来吧，先插个眼儿，总有一天他会来的，我相信我们应该能等到他。在我来 A 抽一下 EAWAQ 带钻平 A 披甲猴了吧，很难披真猴的，一般人我跟你们这种情况一般很难做出操作的，因为他慌啊，他慌他就没办法，他只能披甲猴。走吧，回家了。还不走，走啥呀？奥纳夫搁下路呢，吸血鬼崩了，下路两个人在那个塔下呢，这走啥呀？没啥好走的，不用走，无敌就完事儿，无敌了，出九头蛇。猴的 R 技能到底吸不吸血？九头蛇的话，应该吸吧，要不然什么叫全能吸血呢？对不对？应该是吸的。谁的红啊？王人走嘞，我到了，我到了，我到了，兄弟们，可以打。奥纳夫是吧？啊，奥纳夫是吧？奥纳夫，奥纳夫是吧？奥纳夫，啊，还奥纳夫，我吃个药，你跑得过我？万可如你，我让你干可我。奥纳夫是吧？吸血鬼是吧？吸血鬼，啊，吸血鬼，吸血鬼。就上路杀那洛克萨斯之手的，你爱玩不玩？哼，趁现在赶紧把对面奥纳夫的红给打了，整了一会儿螳螂去拿去。奥纳夫是吧？奥纳夫，奥纳夫是吧？嗯，本来我刚才想说啥呢？我想说你去拿对面的红，你知道吗？完了，我仔细想了一下，不行，这小子出言不逊，这蓝 buff 不也给我了吗？白打，那蓝也得给我。落手值钱了啊！落手还值钱了，可以啊！哇，吸血鬼居然把那谁给杀了，居然把维克托给杀了，不敢单呢。上高地。点燃 EA 转起来 WAQ 再转一个 Q 闪现平 A， 算了，我就闪现 A 他得了，我怕他不死。上高地，
劈不着，别。坏了，吸血鬼好像有点无敌了。吸血鬼他跑得好快呀，他的移动速度能赶得上我的移动速度。我决定来个影魔刀来治治他。不行，我得要点魔抗了，没有魔抗打不死他。你们也内战，呵呵，他们也内战了，内战了，内杠了吧？我去找找这吸血鬼啊！这波他应该没有大，试试看能不能把他杀了。这奥纳夫不行，杀不了。这样吧，把吸血鬼中路塔给他推了。也按错了，什么意思？这影魔刀给谁出的呀？这是膨胀了呀。膨胀的不行啊，这膨胀坏了，这给这吸血鬼呀，膨胀坏了，真的整个人稍微有点飘了。你俩杀我，打吧呢，试试看吧，这没办法，那就只能硬干了，拉倒吧。来个大影魔刀，哎，感觉有机会呀。刚才我要是直接把这落手杀了，有机会呀。锤石应该是打不死我。打着洛克萨斯之手跟奥纳夫，我们应该出点什么装备呢？死亡之舞血不够，出个反甲吧。猴子也是，你碰别人东西干啥？那红写他名了，我们一个上单杀五个人，我不能拿个红下来了？啊，再说那螳螂要红有啥用啊？他又不是猴，那没减速那倒也行。这老破螳螂这要啥红呢？这得杀锤石的，不杀锤石不行。出个反甲吧，出个反甲应该能行。我们现在打三个费点劲，他们这有点太幼了，你知道吗？打波团，这得打团了，中路团战吧，团一波，然后把对面团灭了，推个高地，
打条大龙，你别死啊！你别死，你等我。等我来中团。10秒。8秒。6、5、4、3。来，打个大龙。吸血鬼死了，卢仙死了，哎呀，剩三个臭弟弟，来吧，打龙吧。剩个小破奥纳夫，剩一个落手，你快点过来，你再死了。像个精神病似的。哎，真是操他妈的！你怎么不来呀？这 ADC 干嘛去了？这 ADC 呀？啊？没蓝了，撤吧，别打了。打个屁！精神病杀我还、哎、你们能打得过我？我这大影魔刀给谁出的呀？再打，打了三轮了，来，打得太慢了，这哎，我发现现在这大影魔刀还真就还行，真的还可以。这大影魔刀，你下来来，你下来，你大爷的，还勾我，我给你狠完了，我这一看这锤石，我他妈的把你给杀了，我告诉你，我让你在这勾啊，我让你在这勾。狂了，这锤石狂妄，简直是狂妄，跟我打小龙呢，不杀不行啊，这在那晃晃悠悠的。等个10秒啊！我们打个红 buff， 够够够够！不去，不管了。你先走一走，那 AP 搁上路 ，ADC 搁下路，他俩也不来，那你说俺们这团战怎么打？你说，一共中路就俺俩2打5啊，那2打5肯定是打不了。你先等一会儿吧，等一会儿吧，你先等他们来吧。他们不来，俺们打不了。等一等吧。2打5还是够点呛，说实话。我希望你们能勇敢一点，往上上一上，行不行？来啊，
你怕啥？咱就正面啊，来，咱就正面，对，就正面来呀、啊，没关系、啊。你让他上，我看谁敢上。那奥纳夫又有什么用？让他绕后。让他绕后，咱得杀 ADC 啊，这 ADC 不杀不行。我就发现俺们家人怎么那么害怕呢？就啊，这确实应该害怕害怕。这吸血鬼这有点凶。好脆呀、啊！我其实不应该这么脆的，怎么这么脆呢？1900块钱。不能让这个吸血鬼先来开我们，你知道吧？得我们先去开这个吸血鬼才能行。我的大招打到了他的血池身上，你知道吧？就不行了，他不能有防御塔。呀，这卢仙有点意思啊！这卢仙啥意思啊？打上蛤蟆了还？这卢仙，我来看看这卢仙。这卢仙，行啊！这卢仙还打个闪现出来，漂亮！卢仙。我杀这么多人其实没用，你打不应该呀、啊、有这么用吗？三项不行，换一个吧，换个可血战斧吧，要不有点太弱了。我打那落手都没掉血，我想想啊，减伤好像不用出了，那不要了这个，我们来个塞瑞尔达怨恨。走，打个小龙去。吸血鬼杀没？吸血鬼杀了，跟我来。管他了，哎，可以杀好像，那没啥虚区啊。塞瑞尔达怨恨有没有黑切厉害？走，打个大龙去。这把我估计应该够呛了，打不过。
那 ADC 啊没什么用，那维克托也没什么用，这把唯一能有点用的也就是这拉克斯了啊，也就拉克斯还能有点用。那 ADC 不知道干啥呢，就全程不知道人搁哪，就是看不见这人，没有这个人。别的没啥用，他把皮还换了。你说你放个大呀？哎，这锤石！哎呦，老锤石了，老锤石了，锤石那内鬼可以啊。这回上吧，吸血鬼死了就好办点。那 ADC 怎么要药后啊？喂，咋的？用不着，补票的。这下边再打，溜了，不打了啊！打个红的。对，那螳螂千万别连上来，算他逃跑。然后我们呢，把分儿。一吃，哎，跟队友算他自己逃跑，俺们分一吃，啊，他也别赢。20技能极速，45攻击力，30护甲穿透，40攻击力，300生命值，25技能极速，我换了吧，皮还换，差不多了，也就这样了，也没有什么可以出的了。把大青雨人换个春哥，不是换个黑漆。来下路，别死啊！往下路走。那维克托要走哪去呀？维克托往下路走啊！你看，往这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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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是一只吸血鬼，你跟我打，你打的可以了吧。呀，他们家还有个卢仙呢，才想起来。这落手要作死是吧？来，先杀锤石，先别找那 ADC 的麻烦啊！先杀锤石，对，等最后了，哎，没人了，咱再杀 ADC， 拿下。果然啊，就是傻子给点装备啊，他都能玩起来，你知道吧？到最后，哎，先等一会儿，别拆，能拖2秒是2秒啊，拖住。